小帅，你看，这……我让你查的事查清楚了吗？小帅，已经查清楚了。从护城河里面打捞上来一具尸体，是小燕。真的是小燕？没错。该怎么跟玉茹说呀？这下麻烦了。玉茹，少奶奶。玉茹，少奶奶。玉茹，少奶奶。玉茹，玉茹。小帅，你看。 医生，医生！大帅，您息怒，少奶奶是因为劳累过度。劳累？赵家让她劳累过吗？她怀的可是赵家第一个孙子，就这么不重视。这个玉荣啊，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 别多想了，只要听医生的话，好好调理身体。我们还是会有孩子的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保住孩子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你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把身体调理好。我对不起孩子，我也对不起你。别说了，玉茹。都是我的错，你骂我不行吗？我不是一个好母亲，也不是一个好妻子。 我既没有救得了别人，我还害了我自己的孩子。玉荣，别说了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好好养好身体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我还有公务要忙。